到长官及来宾，好，我们各位与会的各位家长、各位小朋友、各位老师，大家早安。我都跟我们的一些同学哈，还有其他学校的校长说，我们国安国小的小朋友最有礼貌了，所以待会校长在介绍来宾的时候，要把你们的礼貌表现出来哦。那首先，啊，我们先就按照上头的顺序哈，然后来自我介绍。来，首先是陈淑华陈议员服务处的助理洪助理，洪助理好。好，接下来是我们侨校国小胡志道胡校长，胡校长好。再来是我们瑞景国小洪秀菊洪校长，黄校长好。好，再来是蔡景农立委服务处黄建章黄助理，黄助理好。好，接下来是同关心咱的吼，在地一家里长啦吼。好，接下来是我们林天意林里长，林里长好。好，杨坤是杨里长，杨里长好。于进清于里长，于里长好。冯进通冯里长，洪里长好。好，接下来是张亮乃伦的钱玉豪钱助理，钱助理好。好，接下来是我们国安以前的老师哈，那现在是我们西屯国小连伟林连校长，连校长好。好，接下来是我们黄兴卫黄议员的助理尹宝信尹助理，尹助理好。好，接下来是我们中国国民党哦，中西屯区党部的专员哈，陈英如陈专员，陈专员好。好，接下来是我们张阿叔张里长，张里长好。好，接下来是我们隔壁国中哈，福科国中哦，张会长，张校长好。好，接下来是我们的前会长林思瑶林会长，林会长好。好，那再来我们福科国中的志工队队长，队长好。好，接下来这一位小朋友要特别认识哦，因为如果你要去读福科，你就要认识他哈，是我们福科国中林大清林校长，林校长好。好，再来也是我们的前会长林丽玲林会长，林会长好。哦，那接下来是最美丽而且是造价最高的大墩国小谢秀娟谢校长，谢校长好。哦，因为他们在七期哦，最贵了。好，接下来是我们至善国中周主任，周主任好。不好意思，至善国中叶主任，叶主任好。好，再来是我们仁美国小哈陈翠娟陈校长，陈校长好。好，再来是我们的前会长林基阳林会长，林会长好。接下来也是小朋友，如果你要去读美术班，他们学校有哈。来，世真国中周文松周校长，周校长好。好，接下来这一位小朋友要喊大声一点哦，因为你们最熟悉了哈，是我们协和国小林立峰林校长，林校长好，赞赞赞啊！好，再来是我们的前会长哦，林淑柳林会长，林会长好。好，接下来是我们的副会长肖荣发肖副会长。副会长好。哦，那台上还有来宾哦，我们的退休的主任，他的名字很棒，嘉宾哈，来欢迎我们的嘉宾主任回学校。嘉宾主任好。好，那再来还有一位很重要很重要的小朋友要认识的是我们的会长蔡明环蔡会长。蔡会长好。主席致辞。好，我们与会的各位来宾啊，各位先进，各位小朋友，各位老师，还有各位家长，大家早安。校长早。
我想小朋友跟我一样哦，昨天看到天气很担心，那昨天晚上呢看到月亮很放心，那今天早上请问小朋友开不开心？开心。对，我们天气今天的天气真的是非常的棒哦，感谢老天爷哦，给我们这样一个好的天气，让我们来举办国安15周年的校庆运动会。好，那刚才呢，校长看到小朋友进场，真的是哇，原来是卧虎藏龙，我们老师指导的真的是好棒，有骑马舞，然后也有好可爱、好可爱一年级、二年级的表演，那我们四年级跳的舞蹈，哇，真是没话说哦。各位来宾，是不是给我们国安国小的小朋友一个掌声？哦，谢谢我们所有小朋友哈，我们卖力的演出。那我们也要跟各位来宾哈，还有各位家长报告，我们的老师也非常的认真负责，真正是做过来者阿个袂声嗨哈。放眼全台中市，很少人15周年校庆办静态活动是有，但是动态活动我们连续有2天哦，真的是非常感谢我们所有的老师哈，愿意这样子的付出，好这样子的指导小朋友。那也跟各位家长报告，我们国安国小的小朋友在所有老师的指导之下呢，除了学业，我打你狗丢一哇，你们的小孩子健康，我们也有给你照顾到。我们除了平常正常的体育课、正常教学之外，我们也有老师申请东海大学的社团到早自修时间，在指导小朋友做运动。那此外，我们篮球队这一次参加全市的篮球比赛，也得到了晋级到前9强，很棒的成绩。那为什么没有再晋级呢？因为那一天比赛刚好要校外教学，所以呢，我们的冠军只好让给别人哈。但是我们下一次一定有机会把冠军拿回来。那此外呢，我们学校还有足球队，足球队这个相信各位家长都比我还要知道哈。我们足球队在逸翔教练还有智彰教练的指导之下，成绩非常的好，有多次出国比赛的经验哦，所以各位家长，如果你们的小孩也想参加足球队哈，可以来跟我们智彰教练还有逸翔教练这边来做询问。那要跟各位报告，我们今天的运动会主要有3个主题活动，第一个就是我们今天的运动大会。那运动大会内容非常的精彩，除了有大队接力趣味竞赛之外，还有我们国安的特色拔河比赛哦，那请各位拭目以待。那第二个主要的活动就是明天的校庆圆游会哦，那也一样，我们家长会这边有义卖，各班有摊位，那我们还有临时邮局。那第三个活动就是，待会如果大家累了，我们在活动中心2、3楼，我们有设置学生美术作品展哦，各位家长也可以去那边做参观。那最后呢，校长要启勉我们各位小朋友，我们要有运动家的精神，好，胜不骄，败不馁。那祝各位与会的来宾哦，身体健康。那这边我要说一下，各位刚才有从前门走上来，来到国安你就有福气哈。那我也要祝我们所有与会的来宾的运势呢，跟我们国安的地势一样，第一层步步高升，第二层更上层楼，大家现在都在第3层，所以以后你们的运势会超越巅峰。好，再次谢谢各位来宾的莅临，谢谢副市长。